你再看爸爸，爸爸呢？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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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哦哦，爸爸呢？哦，小勇挺厉害，厉害。哦，在叼着 K 罗罗，一大早就叼着 K 罗罗。小勇群早安。真的好直哦，嗯，真的好直，好可爱哦。吃午餐，吃午餐，小勇群吃馒头，哎，夹夹夹，吃好吃的馒头。馒头好好吃，对不对？有啦有啦，在这里呢。你肚子饿饿了吗？吃猪排三明治，好不好？然后吃馒头，嚼嚼嚼，哦哟。小勇群喝下午茶，你等一下喝完就可以直接在床上闭着眼睛睡觉，好不好？嗯。等一下你就睡个午觉。喝完下午茶就可以饱饱的睡觉了。肚子饿饿了，嗯，妈妈有泡东西给你喝。干嘛这样偷瞄？哎呀，去慢慢喝。哦，哦，哦，那会不会要掉掉啊？
你抽不过要把它丢掉了。等一下，好满了，这个布好满了。你要去丢吗？拿去丢布，走，一小，一小，来，门打开，垃圾桶。好了，来吃饭饭了。你吃饭饭，你还要吃嘴嘴哦。嗯，你不要吃嘴嘴了，好吧？妈妈给你吃花椰菜菜。把嘴嘴拿掉，对不对？白花椰菜菜。你干嘛？你补补什么呢？嗯。然后你一定要拿着嘴嘴哦。白花椰菜菜好吃，对不对？嗯。妈妈去拿剪刀好了，剪刀比较好弄。吃东西不要吃嘴嘴了啦。嗯，这个。这个，你的新嘴嘴，还好你还。吃得了你的新嘴嘴。哇，这次的宝宝面线不一样哦，的米线煎，这次是姜黄口味的面，然后配上蛋黄，哦，来，这里，好吃哈，姜黄米线煎，好了，来，这里，你看这里一大堆。哦，这里啊，你看，那你这里，你要自己拿，这一大堆呢。那这里，你自己拿一个小小的一个 ，no， 这个小小的一个，用手指，对，哦，好棒，啊，好棒，嚼。这里啊，这里还有啊。
啊，你嘴巴里还有。嗯，给你。好吃。知道啊，你嘴巴里有啊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一样的。好。嗯，你拿这个，这个。No no no no， 拿小一点，小的小的，这个 no no， 这个，嗯 ，no no， 小的，嗯 no no， 好，拿小的，小的，小小泳裙，小泳裙，小口吐出来，你拿那么多，这里啊，你手上啊。今天这个是菠菜鸡肉饼冰，昨天吃猪肉，你今天吃鸡肉，你吃菠菜鸡肉饼冰，你配你的桌上的米线煎，吃点吃点面面，嗯，给你。可以吃一点面面，嗯，好棒，配一点，你这里啦，手上啦，嗯，把它弄成一团的，好棒。哎哎哎，妈妈才把它弄成一团的，你不想要弄成一团？哦。来，给你。嗯，给你鸡肉，肉肉。等一下，这里。吐什么？妈妈，这里这里，肉肉。
宝弄弄弄弄弄弄，来橘子吃橘子，妈妈弄橘子给你吃，嗯，给你小橘子，给你吃小橘子，妈妈剥小橘子给小永俊吃。橘子有没有好吃？有没有好吃？不抓头头了，头头为什么要在？哎呦，哦，天哪！不要急，不要催奶奶。来，给你。怎么头头痒痒？嘴巴那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好了，不抓头头，不要一直抓头头啦，小幼犬。嗯，这样头头会脏脏的。红蚂蚁指针，贴近你的心。很多网友就说了，王力宏呢这一次宣布要暂别演艺圈，恐怕不是。因为说了。
最棒的，最乖的，姑姑没事，姑姑没事啊。哎，停！你睡觉觉了啦？我们小永泉要睡觉觉了。哦，把酒带回啊！眼神，眼神，眼神坚定，撑住，小平撑住。好好，晚安，小永泉晚安了。好了好了。哦，再跟爸爸抱一下就晚安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我也熊抱。啊，快点，我要放手了，不对，你要放手，不要，好了，小永泉晚安。哇，好漂亮的地方，是石牌圣诞像。哎呦，带小永泉出来逛逛。看好漂亮的灯，石牌圣诞像，哇，超美的！好漂亮的灯灯，你看那个，棵圣诞树。哇，小永泉来逛逛这个圣诞像，有没有好漂亮？小永泉有没有看到好漂亮的东西？好漂亮哦，这个圣诞街好多亮晶晶的灯饰啊。这家很有钱，你看，我们家一个都没有。哦，这边超美的。想起我们家一个都没有，我们家叫爸爸买一个。没有路。